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事，六号马系暂时嘅大热门，五号起飞最急噶啦，十一号都起飞冷门，黄旗举起。啊！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咁啊，竞进时代应声弹出啊！咁啊，响佢外边有超好玩啦，中华宝贝出边八心之友啊，中档嘅位置仲见到个玉马妙星啊！咁啊，内栏咧黄衫第六位钻石巨象，中间蓝晚走第七，仲有呢只翡翠剧院外边啊新威龙啊，尾四内栏蓝衫咧就理想回报，后多少先见到光芒再现啦，同进啦，咁啊同埋一只咧橙衫嘅欢欣拍档啊，过八百前面带内栏位置竞进时代大外档咧有只超好玩走咗上去，第三位中华宝贝，第四位八心之友啊，内栏第五。黄衫钻石巨象啊，咁啊第六位有呢个紫色衫咧就玉马妙星出边新威龙啊，尾五内栏理想回报，尾四咧就有呢只翡翠剧院拍住佢嘅，后边三只同进响尾三啦，尾二欢欣拍档啦，包尾咧就系嗰只光芒再现啊，好啦入直路咯，前面透出嘅马内栏位置有呢只竞进时代上翻嚟拍住就超好玩，第三位嘅马啦，见到中档位置中华宝贝追，涉内栏嗰边仲有钻石巨象啊，外边上啲嘅马有新威龙啦，马林后边追咧先见到咧就玉马妙星啊！出边光芒再现，最后百零米超好玩，斗紧中华宝贝，入边竞进时代，外边仲有新威龙一齐上紧嚟，马林中间翡翠剧院接近终点第一名，系咪竞进时代有机会爆啊？睇嚟最后嗰步咧，嗰只竞进时代埋边一路占先，中间咧橙色眼罩，中华宝贝咧就最有机会逼近入边黑衫嗰只竞进时代噶啦。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超好玩、新威龙、翡翠剧院都系近。竞进时代咁啊，十二号马咧都闹埋名，赢咗今日赛事啊。第二名啊，中华宝贝啦，咁啊九号杨明伦，三四名第三名一出边嗰匹新威龙，我睇嚟啊，咁啊八号马咁啊梁家俊跑第三啦，第四名影相啦，唔好近嘅，见到超好玩同埋翡翠剧院啊。哇！呢只五十八倍啊，竞进时代。雖然好多馬搶，咁啊結果最後都頂住個終點啊，一路去到最尾一步啊！連贏配腳都懶啦，中華寶貝都好懶啊！十二號競進時代啊！好啦，咁啊，三四名仲影紧相嘅话，十二九，时间分十秒三啊，三四名啊，仲影紧相，不过第一二名呢一条连影啦，排除好高，好影完啦，咁啊暂定名次啊。跑第一名嘅咧就系十二号呢一只竞进时代，跑第二名咧九号嘅中华宝贝啦，跑第三名系八号嘅新威龙，咁第四名系平头嘅，咁就二号超好玩同埋三号翡翠，平头第四名啊！阿 Sabrina 今日遇咗好多平头嘅赛果啊！系啊，咁啱嘅。平头第一，呢场平头第四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恭喜晒竞进会啦，不竞进时代。派彩都相当之可观啊！头马二马一条颈位啊，二马连三马个头位，好热闹啊！拉头马见到好多人啊！
好啦，睇一睇預計派彩先啊！跑第一名嘅就十二號嘅競進時代啦，獨贏派583蚊，位置派102蚊。跑第二名就係九號嘅中華寶貝，位置派105.5。跑第三名咧就係八號嘅新威龍啊，位置派77蚊。咁平頭第四咧就係二號嘅超豪玩同埋三號嘅翡翠劇院。咁啊，睇埋其他派彩先啊，連贏啦，九搭十二咧就派6789蚊嘅三重彩，十二號、九號、八號順序派129300蚊。单T 八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23772蚊，位置娇派彩九搭十二派1572蚊，八搭十二派1052.5，八搭九派1171.5。好啦，睇埋三拣一嘅预计派彩啊，咁开出 A3 其他冷门啦，排37.5嘅。咁睇埋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啊，咁啊就係三號嘅潘明輝啊，咁佢以48分封王嘅。好啦，睇下第四名张相啊，都系好接近啊，成堆马，超好玩啦、啊！出边新威龙啦、啊，翡翠剧院啊，翡翠剧院其实都即系几劣势啊，咁佢又追得比较多啲，同嗰只新威龙，因为前面嗰几只都系一路带住噶啦，超好玩啊，中华宝贝都系放头嘅马，佢啱啱转弯攞位又夹一夹咁啊，追唔切啦，嗯。哇！咁睇埋四連環嘅預計派彩啊，咁有兩範嘅，咁二號、八號、九號、十二號咧就派11882蚊，三號、八號、九號、十二號咧就派12794蚊。咁睇埋四重彩啦，都係有兩範嘅派彩嘅，十二號、九號、八號、二號順序派255293蚊，另一範十二號、九號、八號、三號順序派314867蚊。好啦，睇翻个巡台影片啊！好，起步嘅时候，同进咧有少少挨闸啊，同只欢欣拍档撞一撞啦。前面嗰只竞进时代出咗嚟啊，咁但系睇翻个步速咧，其实佢又唔算放得好慢喎。但系翻嚟咧，前面嗰几只都唔断啊。中华宝贝啦，次次有亲佢咧，啲派彩都系结塔塔嘅，上季亦都系啊。咁啊，出边位置就超好玩啦。第四位八心之友入边就系钻石巨象，中间第六位紫色帽咧就系玉马妙星啦。但我当就新威龙啦，一路走住三搭嘅噃。拍住嗰只咧，入边就理想回报贴咗栏啦，中间就翡翠剧院蓝眼罩啦。尾三位置同进尾以欢欣拍档包尾就系光芒再现咯。咁啊，多马抢啦，有几匹热门啦，理想回报啊，翡翠剧院都系缩咗喺后边嘅。咁啊，同进啊，依度要捽啦，但系只马咧反而麻麻地喎，骑内啊，咁啊，结果今日都冲上冇乜势啊。另一只失望嘅就系嗰只理想回报啦吓，睇下直路有冇位先，因为都挂住睇其他马。南山白帽匹啦，喺中间喺超好玩嘅后边，依家一路都有打住边嘅，咁有啲距离嘅同前面嗰只超好玩啊。但系佢騎落去好似唔係話好勁啊，因為你想回報，咁啊，但係我當啊衝殺上嚟啦嚇，新威龍，阿心之友都冇騎過成隻路，冇乜位啊。福榜完畢，派彩都作實噶啦。位置 Q 派彩九搭十二派1572蚊，八搭十二派1052.5，八搭九派1171.5。三揀一咧，開出 A3 其他冷門派37.5。四連環派彩有兩範嘅，二號、八號、九號、十二號派11882蚊，三號、八號、九號、十二號派12794蚊。睇埋四重彩两份派彩啊！十二号、九号、八号、二号顺序派255293蚊。另外，十二号、九号、八号、三号顺序派314867蚊。
同埋孖宝派彩，头关二号次关十二号派8992.5，头关二号次关九号派1221.5。睇埋孖 T 派彩啊，咁啊呢两场咧就会派1939076噶。咁我哋第二口孖 T 咧呢度咧系会有多宝奖金嘅，咁就会累积去9月20日嘅。騎師王最後賽果啦，咁就係騎師編號3號嘅潘明輝啊，咁啊以48分咧去封王嘅。睇埋分段時間啊，頭段23.76秒，第二段22.65秒，末段23.89秒，總時間1分10秒30啊。